整個 MV、整個劇情、歌詞，整件事是一件事，其實好像拍緊一個電影的歌咁。個構思絕對是來自歌詞的，咁所以啲歌詞 inspire 我哋個 concept 係一間屋裏邊嘅嘢啦，好神秘的 device， 咁個 device 就喺一個神秘門入邊。三個女仔的故事，三個女仔佢哋好唔同啦，但係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嘅，就係佢哋都係啱啱經歷完失去啦。咁嗰個 desperate 狀態就係我好想喺呢個戲度呈現佢哋 through 呢個故事入邊嗰個 device 啦，我哋會睇到其實佢哋需要乜嘢，而佢哋最終點樣面對佢哋失去咗，然後經歷嗰種傷痛，點樣去面對自己呢個遺憾。今次都大挑戰嘅，因為我哋想去到的 level 是高的，所以我們基本上好像拍一條電影一樣，不像一般拍 MV 只是拍一些 romance 的 scene， 今次我們有劇情、有 drama， 所以我們就搭了一個很特別的景 purely for 他這個 project。即係無論係喺美術上、喺攝影、喺導演、喺製作、喺我哋嘅演員、喺我哋音樂，我哋即係每一個單位都係非常之專業、好有心去做呢件事。